通读《论语圣训》第二册第320页，徒儿们对于别人说的话信不信？有没有检讨一下？为什么你说的话别人不信？你说的道理没有人听，不相信呢？上行下效，留给你们去行，留给你们去做。为什么要敬事而行？为师想说的话都在训文上，你们有空拿出来看一看。师想对徒说的话都在训文里，遇到困难记得勇敢一点，文章里面自己寻找，想要识货想办法自己解答，给自己勇气，给自己力量，用你的真心去看东西，不要用眼睛看，用真心去看东西才能看到真实的一面。能够勇敢不容易，会遭受到阻碍。当你想要勇敢一点，就会有事情打击你，使你的勇敢展现不出来。一次一次的打击，使你的勇敢一次一次的减弱。勇敢会助徒度过很多的难关，在未来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困难蜂拥而来。可是徒儿们还是要有信心，不要因为环境的打击，使你对修道失去一份耐心。